骑行老挝13号公路，探索中南半岛唯一内陆国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一个在老挝踩单车的苦修骑行者，目前正在兰布拉班探索老挝儿童世界。我会持续更新在老挝的日常，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带你走进真实的老挝世界。今天上午在这剪了会视频，现在已经是10点了，准备出发往万荣方向骑行。哇，今天的路况是真的糟啊！小白滴，小白滴。老挝国内80%以上的地区为，山和高原，所以土地资源匮乏，他们就把山上的树烧了砍了之后变成耕地，种上玉米，地上躺着的都是热带雨林树木的尸体。这辆战车经历的就比较多了，头上这全都不见了，结构只剩下前叉跟离合，灯具全都是没有的。哎，贾白迪，贾白迪，哎，贾白迪，哎，贾白迪，贾白迪，哎，贾白迪，妹，哎，贾白迪，贾白迪，拜拜。拜拜。贾白迪，哎呦。嘿嘿，这小孩，小白滴，小孩，我刚才怕撞到他了，还敢伸手过来。今天骑这一路，全都是山，全是爬坡，然后山里面还一点碗都没有。你好。放弃现在 Give it another try Can get triple light Feel upset yourself every time 等不到的也许就是现在 You don't give a fuck Fresh fresh around you anyway Anytime 今天的路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多了，但是我还得往前骑，因为这个位置还是没碗，我得找个有碗的地方。哇，终于在这天快黑的地方看到了有卖菜的，买点菜。小白滴，他这有白菜、土豆，这土豆看着不怎么好，还有洋葱，不知道有没有鸡蛋。这是柠檬，还有豆皮，我买个这豆皮。Hello， 来一颗白菜。This， 哎，你看多钱？多钱？细盘、假盘啥？25000是吧？25000，怎么读？这个读什么？怎么说 ？How much this？ 哈盘。细盘。细盘。嗯，
哦，西盘、西盘、哈盘 ，together 一起呢？烧哈盘。烧哈盘。哦，西盘、哈盘，啊不，哈盘、西盘、西盘、烧哈盘。哦 ，OK，thank you。终于买上菜了，两万五和10块钱，哇，好像有点贵啊，感觉。这个村子上买上菜，发现这里还有网了，我就在附近找露营地吧。西盘是10000，哈盘是5000，嗯，哎，25000是什么来着？忘了。这有个平台，有小孩在上面玩，我去这看看能不能在这扎营。哎呀，哇，他们是在玩足球吗？这好像这里可以能避雨。小白迪看他们玩，玩的话是一个踢的足，他加胯下了，足球的，哇，这足球都坏成这样了，哇，他们在玩蹴鞠。我先转一转，找一下看有没有水。我还没水，菜倒是有了，没水没法做饭。感觉今晚会下大雨的样子。这个天云太多了，我转一圈也没发现有水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个亭子，我晚上要不来这个亭子，我去问一下这户人家去。嗯。贾伯蒂，我自己带了帐篷，我在那个亭子下面搭帐篷睡一晚上。快ได้เอาเต็นท์ของข้อยเอง快ได้เอาเต็นท์ของข้อยเอง快ได้ตั้งเต็นท์อยู่ภายใต้ศาลานั่นเป็นเวลาหนึ่งคืน57% 2% OK Thank you OK copy 对谢谢。靠谱家爷，谢谢，靠谱家爷。哇，我出来这个天成这样了。我今晚就来这个亭子里面扎营待一晚上吧。这个亭子还不错。下大雨，我看它也没有滴水的痕迹。就可能会有点不平。今天晚上就在这户人家门口的亭子扎个营吧，感觉会下大雨，所以找个地方能避雨。这个每天沟通有点障碍，我最近我得把老挝语学一学了，得学个日常用的几句话就行，也不用会太多。这个姐姐在这等着呢。贾维迪，来，哦，就到这里 ，OK， 哦，我飞了个什么东西在我脸上，我操，离开，快啊，飞走了，贾维迪，贾维迪，害羞了。这个姐姐帮我去打点水，她一直在这等着我。是养了什么动物在叫？OK。
他们好像也是去打的，我不知道在哪打的，我要知道的话自己去打。嗯 ，OK OK， OK OK OK， 完了。OK OK OK OK， Thank you Thank you， 啊，科普加一，哈哈哈，啊，科普加一，哎，来了一群小朋友，加外地，哈哈哈，加外地加外地，看这个亭子，这里还有个板凳。有个桌子，我待会可以来这个上面做饭，然后单车放在那里，上面也能避雨。看这个桌子，坐着做菜刚刚好，很舒服。嘿嘿嘿嘿，一群小孩在看我。今天晚上就简单的煮个这个粉条吃吧。哎呦，我的两罐漆快用完了，把它用完就开始用柴火炉。这边我也没有准备买漆。哎，风有点大。让水烧开，然后把豆皮和这个粉条再切点白菜放下去。哪一站这油豆皮切的？哎呀，这好像不好切。不好切，我拿剪刀吧。这东西用剪刀好剪。哎，需要放到这里。一群小孩在看我做饭，他们都在瓶子那边坐着，然后也不说话。加外地，你看一说加外地，他们就回话了。加外地，这切好了，我再洗一点白菜吧。啊，白菜有点贵呀。虽然贵，但外面这两叶看着太烂了，还是不吃了。这叶也不行。好，一，洗散三叶就行了。哎呀哎呀，要没气了。火还没气啊，啊，这罐气还够，这罐气还够，行吧。这两罐气也烧好久了，该没了。没了之后，就用柴火炉吧。这罐也不多了。有点大，切点白菜。白菜放到这，煮这包，这包也不知道叫什么。这玩意6000块。看着像粉条一样的，待会就煮这个加油豆皮白菜。你看看这小孩，哎呀，看不到，哼，看，
哎呀，水开了，我应该挡一点风。把油都提醒下去。再把这个粉条。挡不住啊。闭不住。靠着这。下进去。应该不用下太多吧。够了。这个还煮这个粉条还要煮很长时间，好像是。面煮了，我跟你说。盖子盖上，白菜最后再放。不行，这上面风太大了，我把它拿到桌子底下。桌子底下风小点，让它在下面煮吧，煮好我再拿它来吃。有点倒霉呀、啊，这个没气了，然后这个也没气了。我尝了一下，还不是很熟，但是可以吃了。就是这个玩意不是特别软。哎，泡了又可以软了。我刚才又去买了一个这个，花了。C 盘哈盘15000，也就是6块钱。重庆串串香火锅底料，最近吃的都太清淡了，但是我又害怕辣，翻你进去吧，辣一次，少来一点，哇，多了 ，OK， 哇，看看卖相。还不错，开吃。今天这就一晚上就把它吃完了，明天早上要吃的话，明天再煮。我觉得我最近得把，老挝语学几句，就简单的多少钱，然后钱的位数。再就是一个你好，一个谢谢。我现在会了你好、谢谢，15000、8000、25000，会这么些。慢慢的学吧，复习一遍。你好是加瓦迪，然后10000是西盘，5000是哈盘，15000是西盘哈盘，8000是摆盘，哼，就这么些。还有谢谢，谢谢是。coffee 加一 ，Hello， coffee 加一。成长是一场冒险，迷途的人身上。这火锅底料也还行，感觉不是特别辣。年少时处处风景，不想回头。帐篷搭好了，自行车放到这个位置，我估计今晚有可能会下雨，放到这个位置应该雨就淋不到了。哎，睡觉吧。不对，新进帐篷还没算账呢。这是我今天的账单，买了两次水，有一次是7000，有一次是8000，我当时说错了，两次我都说的是7000，然后米粉6000，买了菜花了25000，就觉得这是菜贵了。买了个火锅底料，花了15000，总共就是花了60000，花了61000，合计24.4块，感觉今天又超标了，只剩下255块钱了，然后才骑了7天，怎么弄啊？这个500肯定有点不够啊。